会迷失方向。你付出了善良，或许不会马上回报，但一定会在另外的空间节点得以弥补。你对我好，我会对你更好。人呐，真正遇事了，才知道谁会对你全力以赴，谁却对你熟视无睹。吉米说，有一天你会明白，人不能太善良，因为人们只会挑软柿子捏。如果事事都太大度和宽容，别人也不会感激你。有时候应该适当的有点脾气，对待有些人真不能太温柔和忍耐。善良是很珍贵的，但善良要是没有长出牙齿来，那就是软弱。当一个人饥寒交迫的时候，你给他一碗米，就是解决了他的大问题，他会感恩不尽。但是你如果不断的施舍，他就会觉得理所当然。所以有句话叫斗米养恩，担米养仇。人性都有贪婪的一面，时间久了，你的一碗米不够，二碗不够，三碗四碗还是堵不住他的口，尽心竭力的也是杯水车薪。所以你的善良要带点锋芒，珍惜眼前的人，做好眼前的事，遇到爱你的人学会感恩，遇到你爱的人学会付出。帮你的人和他深交，碰到骗你的人绝不再信，碰到耍你的人绝不再见。做人其实很简单，你对我好，我会对你更好，谁都不傻，只是不说而已。人这一生大约会遇上3000万人，能发生的事数不胜数。每个人身边的位置有限，每个人能付出的精力更是屈指可数。不去讨好谁，也不去计较谁，不是傻，而是明白。明白谁才是最重要的，要把心思去留给那个重要的人。明白哪些事才是值得的，要把时间花在那件值得的事上。人和事都一样，合则来，不合则去，好聚好散，不必太过介怀。认真生活的人是不擅长去说去表达的，但擅长去做去行动。莫欺人傻，只是人家的精力不在你身上罢了。过好自己的日子，说与不说又有什么关系？做人其实很简单，你对我好，我会对你更好，谁都不傻，只是不说而已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感谢你的收听。亲爱神，有善将不渝，怀念怎不悲。